Township Freehold 22层70 Superlink 双层排屋 Fully gated and guarded 24小时保安系统，还有那么高的通电围篱，每隔20个米就有一个 CCTV。整个 Township 还给你湖景跑道、Clubhouse、游泳池，还有 Gym Room 等等等等度假村设施，让你可以享受 Lifestyle Environment。今天要介绍的这个 project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22层70四房四浴室 Superlink 双层排屋，走，我带你去看。现在我们这个 layout 是比较特别的，它是 modern style 的，然后它是从饭厅、客厅才到厨房。楼下这间房间不大也不小，可以做 home office， 可以做 guest room， 还可以做 study room。上到来二楼会有一个 family hall， 这里可以做 study room， 旁边还有一个 balcony。OK， 来我们来看 master bedroom， 超大的主人房可以放得下 king size 双人床，还有这里很大片的 sliding door， 让你不开灯都可以感觉房间亮亮的。除此之外，这里还可以做成每个老婆最爱的 walk-in wardrobe。23尺宽和22尺长的停车位，停4辆 four wheel 都不是问题。这里是位于拉旺新区的 Angun City， 所以这边会有美食街、有快餐店、有甜品店，还有酒吧街，应有尽有。所以吃喝玩乐都一步到位。单位有限，赶快 PM 我来免费获取。E-brochure